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来了不是时候，对吧？我回去了，你休息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好好休息，少说话。让一让。你们两个大男人站在门口干嘛呀？我出去一会儿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肚子疼，去厕所。进来吧。刚回来。嗯。你不是在南京结婚吗？逃婚回来的。你逃婚没问题啊，我看新闻上说女方家好像势力很强的样子。你关心我？你不想说算了。没事的。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我肚子好饿啊，你这有没有吃的？你空着手来看病人还问我要吃的，像话吗？喂，我坐了这么久的火车，回学校听说你住院了，我马不停蹄就赶过来了，哪来得及吃饭啊？哎，你先别乱动，我出去看看。小心点啊。嗯，别担心。